什么英雄好汉啊？啊！此布面以卷云丝缠软金所制，刀劈剑砍不损分毫，忍冬缠之纹为底，缀以紫薇金、赤灵石等珠饰，有清新凝神之效。此布面从装饰到镶嵌，都是银灯掌饰亲手所制。混元玉带破损，虽为吴知仙是严旦所为，但妙法阁仍有失察之责。这忍冬纹乃帝君旧时最钟意的，银灯如今不能侍奉在侧，帝君常夜侍至天明，唯愿这安神之物能助帝君安眠。不必了，那仙使虽无知鲁莽，但已经将玉带补好，这布面每一过重甚是铺张，本君消受不起。这汉旦绣样过于轻浮，针脚又如此粗鄙，怎可为帝君所用？帝君若不舍旧物，银灯已带了金线银丝，愿亲手修补，必使帝君满意。帝君，帝君，严旦已将您交予的仙法典籍全部誊抄完毕，您是否要现在检阅？一个因错罚入宫服役的低阶仙士，凭何能接触到延续天宫的典藏仙法？别动！操控术！让你翻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剑射我是吧？看我怎么报复你！哼！老天有眼，这严旦心思竟如此恶毒，毫无规矩体统，当延续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即刻提他去天星台领罚。不必了，是本君要同他比试的，他适应了。帝君，此举有违天条。银灯，你早已不是掩虚天宫的人了，非一宫之主，你却在此智慧，此举乃僭越之罪，本君没功夫提你去天行台领罚，退下。现在的仙子脾气还真是喜怒不定呢。我得把操控术交给芷溪，这样日后她也能防身。陆景等会儿会把清心咒送到你屋里抄十遍。对了，清心咒有16次。你这小人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，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